我出去有1小时了吧，你就给我画了个白板，没灵感吗？不如把说好的后续补上，给我俩点激活。你想怎么激活？至少牵个手吧。 看来还真有用，快点画啊！最多再借你握5分钟。小气。哟，陆老师果然是宝刀未老啊！臭老子，你给我收回那字啊！等会儿，再让我激活回来。时间也快到了啊！你这算什么？ 充电，完成了，谢谢你啊，我的小电池。我去歇会儿。我的老天鹅！ 陆老师竟然按时交稿了，你是怎么办到的？也教教我呗。不行，不可能，想都别想。小气，不过你也别高兴太早，现在不过是卷首的线稿罢了，那一页才是催稿地狱呢。 你说，给你个眼神，自己体会。你不是睡觉了吗？睡不着，我都交稿了，能不能求点福利啊？你也那么久面谈。 你也累了吧？谁演了？我那是敬一个责编的职责。好的，责编大人，那你也敢不敢跟我对视15秒？你猜玩什么梗？因为自己签送医吗？开始。哎，你好干！哎呀，说管不着眼也太难了吧！哎，你别走啊，我们再来一次。你自己玩吧。哎，是我没吃到，他是什么气啊？